然后大学的时候就是去嘉义，因为打要。那你在学校的球队是守什么位置？游击。对。那这次怎么会想要来参加选秀？是打球一直以来都会有个目标，那觉得今年算是有成绩可以。哦，哪方面的什么比赛？像今年大学的梅花旗。哦。就是你们球队的成绩如何？就现在是第三。第三，还蛮不错的。那你拿到个人奖的？哦，个人奖。对。个人奖是有分不同的种类吗？打击奖。那你这次就是梅花旗打击的，打出什么样的？就是可能几支安打，或是对。你说总结吗？对对对。对，好像那时候是12-7吧。三。那你在就是新北成棒的那个教练有给你什么样的评价吗？就是表现方面。说我善优势在善于在脚上。脚。那这次来参加这个选秀，心中有想要跟目前线上哪一位棒球员在同一个场上比赛吗？比赛。所以现在有一个有堂哥现在在兄弟象中心。哦，所以你个人也是会蛮对，是也会有一个目标就对了。你说兄弟象的陈家球陈家，那你小时候就是会是为什么会就是踏入棒球这一块？是家人影响吗？在小时候，那时候爸爸有在打垒球。哦。对。然后小时候就会跟着爸爸一起，就是去跟他一起跟他打垒球，然后在旁边看着，就想尝试看看。就。在打击部分，你对自己的打击有哪方面的技巧上面的信心，优于别人的？也是靠着脚程上的这一块。哦，对啊，因为像脚程，说真的是觉得自己最大的优势，然后像是打个就常会偷点争取上垒机会。哦。你觉得你自己的性格是怎么样的？性格？对啊，是比较稳重吗？或是细心，还是聪明？算细心一点。哦，所以在场上你会比较注意一些，可能队友之间的默契啊，或是场上的变化。对，就会想一下会有可能发生哪些状况。哦，因为像有的球员，他可能是就是猛爆型的，冲就对了，冲就对了。但是你可能会比较细心一点，这也算是优势啦。嗯，对，因为球场上会发生比较重。那这次就是同样参与选秀的，那今天你看到这些人，你都认识吗？认识啊。哦，所以之前也有一起打过比赛。对，有的是同队。那个牛凯燕，你们是同队吗？对，这边都同队过。哦，这边都同队过。今天访问的。是哦，是什么时候同队啊？对，像牛凯燕跟玉俊，我们是新北市。哦。那其他我们是从跟朱炳成在培训队的时候。哦。所以基本上这些人，你其实都还算了解。对，都蛮熟的。那你觉得就是？这之中会有你的对手吗？还是还好，其实大家各有各的。这里面的吗？对啊。
大家各有各的，大家都没有冲突，都没有冲突的。对啊。你觉得自己在打击方面真的是你最有自信的部分？对啊。你说我在打击身体方面对自己比较有信心，比较有自信，所以就比较会。那脚程有更快吗？脚程吗？还是你是从什么时候发现自己脚程蛮快的？国中、高中什么时候？国小六年级就算蛮快的。哦。以国小来说。就发现自己比别的同学都还要再快一些。对对对。常常在国小。那。你有上过自己就是跑，假设100公尺好了，你有就是测过可以几秒跑？最近是没有了，那已经高中的事。可能你从跑到一垒，你有算过最快？教练是跟我说3秒6。三秒六哦，教练好快哦。3秒6还是3秒7之间？3秒6。你应该算是全队最快的了吧？3秒6这个数字还蛮惊人的。现在在新北市里算最快的。哦，真的很快。但是你是属于就是爆发力那些的。那如果说在跑回本垒呢？跑回本垒有测过？还没有，大概是14秒左右吧。印象吧，忘记。你如果下次有机会跑完一整圈，请教练帮你测一下，在自己的定位以外。会不会希望你球团给你什么样不一样的定位吗？会有这样的期待吗？这也要到时候的表现。哦，所以你不会特别希望说我是走什么样的路，反而是会觉得说，就看球队怎么安排。希望你的能力、你的表现可以被球队看到，然后成功入选职棒。谢谢你的采访，谢谢。